今日播出的《街头女战士二》越演越火热，精彩的舞台让人看得目不转睛，更有多场演出还邀请了偶像们同台共舞，真的是不断带来惊喜呢。而当中 Mannequin 的演出来到高潮，没想到 Winter 突然现身舞台，如同降临战场的女神一般，直接让全场都安静下来欣赏了呢。街头女战士2真的非常的好看，已经等不及下一集的播出啦。